有，就打音波一下下，打得有点怪怪的。林珊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，说前几天你是去韩国玩，但粉丝都说你瘦太多了，在韩国有没有多吃点？有，我胖两公斤，我现在41公斤，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先量体重。我吃了那个酱蟹，韩国酱蟹，对，不能吃螃蟹，所以我有点过敏。对，这边还有这边，我逼他吃的。因为其实他们中间的过程我们不太清楚，然后就是当下有突然有接到希望邀请我一起来拍摄这个广告，所以我就来了，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。是你那个服装代言的那个气味树倩华，大家有关系？进度怎么样？哦，这个都是我们公司在处理的，我只知道我还没拿到钱而已。是林想问一下，在韩国遇到什么桃花？现在恢复单身了。没有遇到桃花耶，因为我们都是一起都在一起玩这样子，然后都逛街买衣服。那个疗伤之旅吗？我们这趟是医美研究之旅。因为我昨天刚打完一点音波，真的好肿，都打音波一下下啦。哦，所以现在你很紧张，再给我一个礼拜修复一下。是会定期去做一些。我就是想说这一次去看体验看看韩国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去那边做过任何演出，如果效果不错的话可能会定期去，我很诚实。做完可以定期去吗？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，对，因为我现在很肿，长得有点怪怪的。